有一种错过叫做两个人性格不合，一个热爱拥抱，一个更向往自由。也不是不爱了，或许是累了，也可能是忘了，才不想拖着等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。多一天沦陷又多了一点，我以为逃到了回忆边缘，再次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却做不到拒绝。我该怎么忘了他，怎么忘了他，逼自己心狠手辣，可是心动的惩罚是用心碎做代价。我该怎么忘了他，怎么忘了他，终于把自己推下悬崖，最后剩下的牵挂你和那一片晚霞。我以为逃到了回忆边缘，再次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却做不到拒绝。我该怎么忘了他，怎么忘了他，逼自己心狠手辣，可是心动的惩罚是用心碎做代价。推下悬崖，最后剩下的牵挂你和那一片晚霞。我该怎么忘了他，怎么忘了他，逼自己心狠手辣，可是心动的惩罚是用心碎做代价。我该怎么忘了他，把自己推下悬崖。